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红茶哦。那这一次的话是魑魅魍魉的张辽哦，对决九曲黄河阵的张辽哦。那这两个阵容的话，都给大家看看，都是陆版的至尊尚书的对决哦。哦，那大家觉得哪一个阵比较好？我个人会觉得是九曲阵可能好一点，它毕竟它在守方哦。他在守方居然还可以有这样子的反击的能力啊，算是还蛮不错的哦。那就是可能再多几阵来试试看，说他对于除了独阵以外的抵抗能力啊。哦，真的也是，校尉一转，好。